并州法曹狄仁杰觐见杨大人，不知杨大人找下官，所为何事？怀英啊，你可听闻前日城南监狱遭逢鼠妖之患，治狱所坍塌，数民囚犯越狱，还有一名狱卒离奇死亡，略有耳闻。怀英，你怎么看？下官从来不信什么妖魔鬼怪，依下官看，这次要么。 就是囚犯越狱的技法，要么就只是一般的鼠患而已。怀英所言甚是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只是因为城南监狱部分坍塌，狱卒又因鼠患之事有所懈怠，为防造次，我已命人将太守府监狱重新修缮。现在我命你立刻带人到城南监狱，将囚犯转移到太守府监狱。 狄仁杰领命，快把这个搬出来！哎，小将，走，快点，直接搬走，来，好，轻点儿。鼠患横行，牢狱坍塌，现有法曹狄仁杰大人押送众人犯，转监太守府大牢。 狄大人，你又见面了。对啊，我以为把你送进这间死囚房，这一辈子就不会再见到你这张杀人魔的嘴脸。你就这么希望我死吗？没错。对于你这种以杀人为乐趣的亡命之徒，我恨不得生啖汝之肉。<笑>可惜呀，虽然你等不到秋后，但是却有人不想我那么早问斩。 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如果我死了，你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我哪怕活得没有意义，也不愿意你这种人留在世上。来呀，杀了我！杀了我！ 来呀！我叫你杀了我！别！来呀！动手啊！杀了我，就如你所愿了。<笑>对不起，我不是你，我也不会变成你。把他脚镣锁上。 狄仁杰啊，如此妇人之仁，地狱现世鼠患横行，你若继续如此，百姓将无生还之望，并州城的百姓惨呐！<笑>官府办案，闲人闪开！闪开！ 官府办案，闲人闪开！快闪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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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闪开！闪开！
现在疫情肆虐，一定要多加防范。 你们两个送他们去城南医馆治病，别碰他。狄大人，不用去了，医馆的吕神医来了。哎呀，吕神医吕姑娘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快点看看他们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此二人在逃跑途中突然昏厥。哦，对了，吕姑娘，医馆不是在城南吗？怎么会来了城北？我随我娘去了太守府。 死了，没救了。死了？狄大人，他们两人染的是鼠疫，你看，身上有被老鼠咬过的痕迹，背生脓疮，血管发黑，并伴有出血症，是典型的鼠疫症状。染上鼠疫之人，若不及时用药加以针灸延缓疫病发作，三日内必死。怎么这次的鼠疫这么厉害呢？是啊。 我和娘亲去太守府，就是为了向太守禀报此事。不过太守公务繁忙，一直无暇接见。狄大人，当务之急需把尸体销毁，免得二次传染啊。嗯。狄大人，啊，杨太守知否鼠疫的事情？应该还未知晓。那能不能烦请狄大人去禀报杨大人？ 告诉他城南告急，很多百姓已经染病了，让他多派人手，让我做隔离治疗。啊，这里有封书信，所有事情我都写在里面了，你把四娘也带上，要是杨大人有什么不知道的话，四娘也可以给他解释一下。吕神医费心了。 怎么了，狄大人？没什么，跟进点儿。
你闯太首府，在下并州法曹狄仁杰，是来向阳太首复命的。那为什么会躲在这里？刚才你没看到走廊上有怪物吗？我只看到了你们俩。敢问阁下是？该问的问，不该问的少打听。 杨大人在内堂卧床，你去内堂找他吧。法曹狄仁杰求见杨大人。进来吧。欢迎啊！啊，怎么折腾到这么晚呢？因为转监途中有一名囚犯突发鼠疫病身亡，耽误了一些时间。 其他囚犯已经押送到了太守府监狱，狄仁杰复命。这位是谁啊？这位是城南医馆吕神医的女儿吕四娘。吕神医有封信想交给大人，信中提到，因为城南灾情严重，希望大人多派人手，可以帮助处置病患，免得鼠疫感染，请大人过目。 城南疫病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刚才那位欧阳将军，就是专门为这次鼠疫而来的。欧阳将军，并州都督府的校尉欧阳平，这个名字，明天会让所有并州城的人闻而色变。杨大人所言，怀疑不明白。明天你就知道了。好了，你退下吧，早点休息。 未来几日会有很兄弟。 狄大人，我要送这位姑娘回城南医馆，麻烦放行。抱歉，狄大人，太守有令，有子侄差使以此处为界，南北都戒严了。无太守令牌不得往来，违令者格杀勿论。若无令牌，小的实在无法放行。怎么办，狄大人？我回不去医馆了。那也无妨，等明天天一亮，我们就出城，从城外绕到城南去。 只不过，今天晚上就要委屈你下榻狄某的寓所。十四娘叨扰了，十四娘，让一让！这些百姓这么早是去赶集吗？ 敢问城门官，因何故关闭城门，又何故置城百姓？并州城的百姓听着，我乃并州城都督府都尉欧阳平。从今日起，并州城封门锁城，任何人不得进出并州城。这为什么？敢问何日封城？何故封城？要封到何时？并州城爆发鼠疫，传染迅速，尚无医治之法。为防止鼠疫扩散。 都督府受命派兵封城，直至再无鼠疫病例之日，便会打开城门。哎。
我已为通知你们并州城太守，迅速找到控制鼠疫和鉴别鼠疫患者之法。如若不然，封城会继续下去。你们这是要把并州城的百姓逼上绝路啊！不行，我们要出城！我们要出城！冷静，我们还等什么呢？冷静！刚才顾念你们不知者无罪，若敢再次企图硬闯城门的话， 我现在也被困在城内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怀英，现在你这个法曹，我这个太守，都是灾民。朝廷下令封城隔离，那是要放弃并州所有的人。我们都是父母官，救百姓就是救自己呀。当务之急，我们应该多派人手 帮助吕神医找出化解鼠疫的办法，即便无法治愈，起码也可以控制疫病传播。以城南的粮食储备来看，不出半个月，百姓饿也饿死了。哼，半月，怀英啊，你入室未深，欧阳平为防止病源通过河水外泄，早将城内所有的水源掐断了。什么？ 若如此不出三日，城内就会断水，不出七日，就算是健康的人也无生还之望了。幸好城北未发现得鼠疫之人，粮仓、水库尽在我太守府内，所以我才下令在城北建立隔离区。城南不管人畜，皆不可跨越隔离区，只要城南。 也许欧阳平会提前解封并州城，能撑几日算几日吧。那城南百姓岂不是只能等死？城南有鼠患，你不是亲眼见到了吗？发病之快，死状之惨，你叫我如何救？城南现在早已是个死城，里面的人全是死人，我只救活的。 姑娘，这是何意？四娘求你了，请你不要放弃城南的百姓，请你相信我和我娘一定可以找到治愈鼠疫的方法。那可是上千条人命，不能就这样放弃了。求你了，狄大人。
若您愿意，尽力拯救城南的百姓，思娘，愿将此生献于敌公。啊，不用说了。吕姑娘无需多言。尹某身为并州府法曹，就有责任去挽救每一名百姓的生命。哪怕你不说，我也会做的。起来吧。谢狄大人。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想个办法通过哨卡去城南。大哥。 难受啊！走，我带你去看大夫。 是杨大人派我来协助防守哨卡的。哦，您能来帮助，真是太好了。这些人是怎么回事？这些灾民硬闯哨卡，想要进入隔离区，把他们赶走就好了，何必伤他们性命？前两日想过哨卡的灾民，我们都还劝着，但他们手持武器上来就砍，疯了一样。有的还上牙咬，我们也是没办法。有的灾民他们身体太虚弱。 跟我们掺多几回，自己就死了。有这么回事？他说的没错，这些灾民都是身患鼠疫之人，他们眼中布满血丝，身上生疮，肌肤上有因疫病所产生的出血口，出血症也极其严重。哎，哪怕病入膏肓，也不至于不要命的冲卡呀。 这是为什么？衙役大哥，麻烦将这些尸体尽快焚烧掉，以免疫病传染。好。什么声音啊？他们冲卡之前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，全员戒备。 都要来冲抢，为什么？你们把粮食和水都带到了隔离区，我们吃没得吃，喝没得喝，左右都是死，不如跟你们这群狗官一起拼了！啊！啊！啊！
我都已经把他给制服了，你可不要杀他。太守严令，床卡之人格杀勿论。况且他是个鼠疫患者，万一传染了隔离区怎么办？医重，刘娘，王总，太守令，隔离区的人也禁止进入疫区。 否则，格杀勿论。我是并州法曹，难道我都不能过去吗？狄大人，我再说一次，太守令，无太守令者，禁止通过哨卡，否则，格杀勿论。我们走。 狄大人，我们来监狱干什么？要去地狱救人，就要找熟悉地狱的人。那看守都去哪儿了？都被杨大人调去看守隔离带了。那这些囚犯岂不是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？城南的百姓都不管，更何况他们呢？行行好吧。 该吃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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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该吃
哦，我说搬到这儿这么久都不来看我，原来是有新欢了呀。你别误会，这是城南医馆的吕姑娘。麻烦你把这些水和食物分发给这些囚犯。好。你这是要放我出去啊？没错。我就知道你爱我更胜于你的官位。其实我是来找你帮忙的。帮忙？什么？你疯了吗？我相信吕神医和四娘有治愈鼠疫的办法，所以我必须去趟城南。现在城南就是一座地狱，而且李芝说他可能已经死了。你就再相信我一次好不好？要不这样吧，你只要把我送进城南，你不用去的。那之后，你逃出并州也好，留在城北等解封也罢，我不管你。狄郎，你知，我早已将此生许给你狄怀英，所以你要我做什么，我都不会拒绝的。谢谢你。狄大人，这么快又见面了？上一次你说的那句话，地狱现世，鼠患横行，并州城的百姓惨难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还需要我多说吗？你不是已经见到了？你还知道什么？我可是从地狱来的。能够闻到地狱的味道。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和我合作，事成之后我会上报朝廷，免你死罪。啊？你说什么？
我没听错吧？绝顶聪明的狄怀英，竟然需要一个死囚的帮助。算了，等等，我帮你。 真不明白，就这些虾兵蟹将，把他们解决掉，直接冲过哨卡，不是更简单啊？好了好了，怎么人？走，快！安师兄，我治你用吗？只不过我真的没有时间再耽搁了，你再敢造次，休怪我无情。狄大人，听说我是你请来帮忙的。 你们当官的都是这么求人的啊？好，往后我都听你的。我重靠在手，你有点高，想不听你的也不行啊。好了，从这儿下去。苏姑娘，这儿怎么会有条地道啊？你有所不知，其实苏姑娘她是盗墓世家，遁地大道。 并州城大户人家的地下早被他挖通了，只要他有一把铁锹，任何的大户人家他都可以自由出入。狄朗，我怎么觉得不像在夸我？苏姑娘你好厉害啊，不像我这般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。哎，你们要寒暄到几时啊？这天马上就要亮了。 这边走。 这些洞口是干嘛的？怎么这么小啊？这是盗洞。那我们普通人怎么过得去呢？小妖的身材加上缩骨功，刚刚好。啊！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闻到了熟悉的味道。什么味道？ 让他们知道我们躲在这里就麻烦了。哦，好的，大娘。老鼠肉你都能吃这么香啊？我不像你，有手段。我在牢里可一直都在辟谷，这是几天来第一顿。真不错，比生老鼠肉好吃多了。这么说，你们是封城以后就来到破庙？是的，大人。 从前我也经历过一次瘟疫，知道不能去医馆，去了医馆没得病也得被传染上病。那为什么不待在家里？封城以后彻底就乱了，灾民到处在抢粮，这里啊一直被传闹鬼，谁也不敢来，挺好。狄大人，是不是全都没有染上鼠疫？我检查过了，他们都没有被传染。 只是吃的少，身体有些虚弱罢了。不会吧？他们天天吃老鼠肉的。是啊，医馆的大部分病人并没有跟鼠群接触过，反而得了鼠疫。
有咳嗽发热症状的人来这边排队领药啊，没得病的来这边领取预防鼠疫的药，一个一个来啊，来来来来来，都有都有。梁叔，哎，四娘，我娘呢？你可算回来了。 你娘一直念叨你呢，她在大堂诊病呢，你快进去吧！啊，来来来来，这边请。娘，回来了，路上辛苦了啊。抱歉啊，狄大人，仅有的存水要留给灾民熬药。 这是接来的雨水，您就凑合着喝点吧。非常时期，不必拘泥小姐。谢谢狄大人谅解。想必狄大人已经把信交给杨太守了，是吧？那这两位，想必就是杨太守派来的，人手有点不够啊。是这样的，信的确转给杨大人了。只不过。 吕神医，请听狄某一言。狄某之所以冒险至此，就是因为相信吕神医一定有办法可以研制出解药。只要有解药，狄某就有信心可以说服他们解除封令，到时候就会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。 拯救城南的百姓，狄大人，你跟我来吧。你看，这几日鼠群袭人的次数越来越多了，再加上城里面水和粮食不足，百姓身体虚弱，这就加速了疫情的恶化。 再这样下去的话，真是无力回天啊！闹半天，你这个神医也没有治愈鼠疫的办法啊！你还什么呀？我早跟你说，跟我逃出城去，你骗不听。这下好了，要是我们也染上鼠疫，逃出城也枉然啊！不会的，娘，你一定有办法医治鼠疫的，是吗？要不然你为什么要我去找杨太守送信、要人、要粮？ 而且现在还给百姓发放治疗鼠疫的药不是吗？我以为我可以，可是我高估了自己。我一直按照治疗鼠疫的办法依法而治，病情虽有好转，却无法根治，那些药也只能延缓些时日而已。借顺便，鼠患如风，瘟疫似火，风势再强。 无伤人命，但火借风势，寸草不生。哎，大块头，你这说话文绉绉的，很不符合你的形象，好吗？请教一下，是不是人吃了老鼠肉，就会受到感染？鼠疫是老鼠身上的病毒，通过撕咬传染的，吃了老鼠肉，并发得更快。烤熟的也会吗？不管怎么样，吃了老鼠肉一定会并发的。 那就对了，我们在破庙里见到有一家人都吃烤熟的老鼠肉为生，可是他们并未受到感染，那会不会说明这一次的疫病并非鼠疫，而是由另外一种病毒引起的？不可能，这些老百姓都是被老鼠咬过，才会患病的。可能刚好古庙的人吃的老鼠没有病毒而已，也不无道理。不过要证明这一切。 只能到老鼠的巢穴看看。老鼠的巢穴？你别闹了，你知道在哪儿吗？狄大人，你确定鼠穴就在这座监狱里吗？第一次鼠患是在这里爆发的，所以说，这里就有进入鼠穴的入口。
这个破地方关了我好几个月了，我可不想再进去。你不用去，你跟吕姑娘回城南医馆就好。嗯，狄郎，你过来。嗯。狄郎，你能不能听我一次啊？不要再去找什么鼠穴了，跟我回城北，等安全了，我想办法咱们逃出城去。其实你也知道的，我又怎么会丢下城南百姓不管呢？可你只是一个人啊，狄郎，你怎么有能力保护这滨州城上千人的性命？狄郎，你说过，淮阴若谷，心留人间，永失守候，只为苏游。但这一次，苏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不要再继续下去了，再继续下去你会没命的。不用再说了，我主意已决，谁也改变不了我。狄怀英，好，你既然想去送死，那你就去吧。我这辈子都不要再见到你了。苏姑娘，狄大人，麻烦你帮我去照顾他一下。好，狄大人，你自己要多加小心。我代表滨州的百姓，谢谢你了。放心吧，我会尽力找到巢穴，希望对你们研制解药有所帮助。只要找到病因，我和我娘一定可以治愈他。我也代表滨州百姓，谢谢你了。其实这里的事你也帮不上忙，你也去吧。我觉得你想多了，狄仁杰。从一开始我也没想帮你，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很有趣。难道比你杀人还有趣吗？当然，不然你早就没命了。那我还要谢谢你不杀之恩了。你不是常以地狱使者自居，能够未卜先知吗？来，那你就算一下前面的路，是吉还是凶。我只知道再往前走就真的是地狱了。那就请你这个地狱使者为我引路。好啊，请。请。苏姑娘，苏姑娘，干嘛？你别生气了，狄大人是忧国忧民顶天立地的男人，滨州城能有狄大人这样的官员是滨州百姓的福气啊。百姓百姓，他就知道百姓，什么时候想想他自己，想想我啊。让他跟他的百姓过去吧。哎，苏姑娘，你不跟我回医馆吗？你们那儿全是鼠疫的病人，我怕被传染上，我钻不到地洞去了。从伤口看来，尸体是被一瞬间啃噬成这样，那得有多少老鼠？如潮水一般的老鼠。怎么说的好像你见到了一样？这里是我出生以来待得最久的地方。怎么，你觉得鼠穴是我的监房吗？难道鼠穴不能是你的监房吗？好吧，欢迎参观。
人。怎么了？这应该就是你要找的蜀穴的入口。这道门是通向地牢的，自从战后这里就荒废了。你是怎么确定这些就是老鼠啃食的痕迹？很明显，这些齿痕这么小，肯定是老鼠留下的。就是没想到，这些鼠崽怎么还挺厉害。老鼠怕火，只要有火光，它们就不敢近身。你跟着我走。还是我领路吧，地狱我比你熟。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，什么此生之爱，还永世守候？苏小游啊苏小游，你真是玩了一辈子硬，却被这么个傻鸟叼了嘴。清醒一点。这里怎么变成了炼丹房？还不如说是刑房。娘，他们在干什么？你走这几天，城里开始有鼠患了。入夜鼠群出来觅食，咬伤老百姓。这里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啊！从灰尘的厚度和尸体的腐烂程度来看，怎么会跟大牢鼠患发生的时间差不多呢？看来，这里就是你要找的鼠疫的源头。如果这里是鼠疫的源头，那老鼠呢？鼠穴在哪儿？这锅里的粮食是最后的存粮了，就算我们防得了鼠疫，也会饿死你、我和这些百姓，都时日无多了。鼠群来了，点火，点火！娘，快，老鼠！
怎么退了？那不就是说，这里有比他们更可怕的东西在后面？有人在这里秘密炼药，以死囚施药，被毒死的人都堆放在这里。腐尸招来了老鼠，这老鼠在腐尸滋养下，才会引起这一次的鼠患。老鼠是吃人肉长大的，所以他们一闯出去就会攻击百姓。加上这些尸体含有剧毒，这些老鼠都因此而死。导致外面的鼠群都惧怕这些腐蚀的味道，所以他们才不敢往前走一步。但是鼠疫呢？我推断这次鼠疫的源头就是这些尸体。鼠群啃噬尸体的血肉之后，就把病毒传播了出去。推断合理，精彩，不愧是狄仁杰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是何人在炼丹呢？不管谁，当务之急就是要把丹药送给吕神医，百姓才有希望。够谁喝的？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我亲眼看见杨太守派人把城南粮仓的粮食全都搬到了太守府，咱们在这儿与其等死，还不如冲过城北去，那里有的是粮食，有的是水。哎，大家听我说，今天这个锅里剩下的是最后一口粮食了，就算吕某再有能力救你们免于疫病，我也没有能力填饱你们的肚子啊！如今外有官兵封城，内有府衙隔离，夜有鼠患袭人，那应该救我们的父母官到底在哪里？他不但是不救我们，还把我们的粮食和水拉到他们的官府当中，任由我们病死饿死，被鼠群咬死，他呢就在府里悠哉着。这位兄弟说的对，与其在这里等死，我们不如找杨刑天拼了，冲进太守府，把我们的粮食和水抢回来，这样我们才有一线生机。我们宁愿站着死，也不要倒卧而亡。宁战死，勿倒亡。宁战死，勿倒亡。宁战死，勿倒亡。拿起你们的武器和火把，冲去太守府。走，走，
预备。难道是官军入城了？不可能，欧阳平虽然严酷，可是他不是滥杀无辜的人。小优赶紧，前面就是医馆了。好，来了。有没有人啊？一个人都没有。我想我知道人都去哪儿了。程碧怎么了？小优，延缓疫病发作的药。狄仁杰，你找到药没有啊？你的枪好。你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？你根本就是知道的是不是？什么了？连柯药丸怎么了？在林丹房找到的药，怎么会在这里也能找到呢？你说，狄仁杰，你先听我说，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。这丹药是在这里找到的，那吕志硕才是整件事情的罪魁祸首，所以他说为大家研制解药，根本就是个幌子。你还装？你能够在监狱里自由出入的，这就足以证明如意一事你有参与其中。那天晚上在太守府见到的黑影就是你。狄仁杰，你想知道什么？你应该很清楚我想知道什么。好吧，其实我也是炼丹的活体试验者，从我入狱开始，他们就不定期的会在我的饮食中
掺杂蒙汗药。我在昏迷中被带到炼丹房，虽然睁不开眼睛，但还能记得那里的味道。浑浑噩噩中看到他们拿囚犯做实验，大部分囚犯吃过丹药之后都死了，只有我吃过丹药，反而会有短暂的意识清醒。仿佛只有我对丹药有免疫能力。后来有很多犯人也被送进地牢，但都没能再出来。而一次次的实验使我的身体机能发生了变化。我明白他们不是在制作毒药，而是在制作一种长生不老药。也明白了为什么我早该被行刑，他们却迟迟没有杀我，因为炼丹的人需要知道为什么只有我活着。你是因为没有死，所以他们就把你关在牢里，当作实验品。那那天呢？为什么会在太守府见到你？直到转接那晚，我被送进了杨青天的房间，看到杨青天迫不及待地想用我的血做药引，但却被来下达封城命令的欧阳平打断。杨大人，并州都督府都尉欧阳平到。快快快，把他弄走！不得不把我暂且藏起。杨大人，我昏迷中跑出房间。不过最后还是被抓回牢房。你别跟我说你从来没有怀疑过杨青天。我怀疑过，当看到炼丹房的时候，我的确怀疑过杨大人。只是你视杨青天如自己的叔父，不想承认而已。不过确实没想到，帮助杨晴天一起作恶的竟然是李支书。爹郎啊，爹郎，小瑶，你怎么样了？你们刚说的话我已经听到了。我知道我马上就要死了。爹郎，与你两情相悦，是我此生最幸福的事。今天能死在你的怀里，thank you.
都督外，各处均有火势，火势最强处乃是杨擎天的太守府。你何故起火？我们无法进城，所以并不清楚啊。前锋应随我入城。欧阳都尉，没有都督的命令，私自入城，是违抗军令啊！ 何人如此大胆？我找你们都尉欧阳平上前答话。我就是都尉欧阳平，并州法曹狄仁杰。让我告诉你，他已经找到治疗鼠疫的办法，但是需要你的帮助，不然城中数万百姓将命不久矣。都尉，此人配重告，乃是死囚，其言不可信呐。 什么事情好商量？长生不老丸，我已经快要炼制成功了。我分你一粒，我们一起长生不老，好不好？杨大人，我吕某没有这个福气呀。哎呦，吕神医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长生不老丸还是你帮我炼制的。吕神医，你一直以来都如此辛劳帮杨某炼丹。 林和杨某一起共享此丹呐，杨大人呐，原来你还记得我吕某一直在帮你炼丹呐？记得。那为什么鼠患的时候，我多次求见，你闭门不见？我让我女儿来给你送信，你装作没看见，还把我医馆隔离在了南城，任由。 鼠患肆虐，疫病蔓延。你是想我吕某和那些患了不老丹疫病的人都死了，就没人知道你那活人来炼丹的事情，是不是啊？哎呦，吕神医，你误会了，这都是都督府的军令，我一个文官有什么办法呀？ 太迟了，如今我也无法长生不老，跟我一起上路吧，啊！你服了不老丹？什么不老丹啊？是毒药，是毒药！快把拿来！李神医，不，别！住手！ 狄大人，侯怀英，狄大人，你没事回来就好了。闭嘴！大家听我说，其实整件事始作俑者就是他们两个。你和杨擎天狼狈为奸，偷偷炼制长生不老丹，并以活人试药，因为尸体处理不当导致鼠患，药丹之毒。 透过鼠患传播给百姓，死伤无数。至于你，当你得知杨擎天要灭你口的时候，你怀恨在心，煽动他们去为你报复杨擎天。常说医者父母心，你的良心去哪里了？娘，狄大人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不是真的了，你们都知道，狄仁杰跟杨擎天亲如父子。 他为了救这个狗官，所以编造谎言，大家不要相信他。杀了狄仁杰，以儆效尤！杀了狄仁杰，以儆效尤！杀了狄仁杰，以儆效尤！等等，你这个。 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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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刀要是砍下去，你就是跟我一样的人了。怀英，救我！怀英，救我呀！你迟到了，下次祭拜你的时候一定不会迟到。要不是当年小妖去太守府偷酒喝的时候留下了一条地道，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。没想到他人死了，我还要欠他一个人情。还在想小月姑娘？我在想呀，我是不是应该像安世雄一样，要消灭罪恶，先把自己变成罪恶之人，这样小月就不会死了。别人也许可以，但你是狄仁杰，你不会的，也不可能。给你。这是什么？长安城的调令。长安城？我们长安城的电了。